看到它的好处，看到它的跳舞，哦，因为里面呢，黄明柱写歌写得不错，而且你们那几个古琴比我们那里还漂亮。有没有叫？哦，真的。可不可以讲啊？会不会还没有做就讲出来？有一段戏啊，有一段戏，我们这个梁导演啊，梁修身啊，因为他特别来客串，跟他的儿子。演年轻跟他恋爱，他死了以后30年要报仇，当然要找劳德了，因为他已经老了，30年前的事嘛，那一段也办，哦，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台北西港共美，共美的破空影，绝对很好看，哦，我们在旁边啊，连李李人在旁边看戏。那个时候他是当一个大股东，在旁边看戏，你看他比给我做作战的啊，是真的很棒，很棒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如果要重拍或怎样，我再蛮开心，多演一场，我觉得多幸福。啊，哇，那你从头再拍一次好了。大哥可以，我也可以啊。没有啊，就是觉得还好啦，就是。在演的过程中都感受到蛮感动的。现在真是爆！提到就还蛮喜欢。因为他没有做过鬼。对啊。你做一次以后，你就不必做鬼了。对，就是之前看很多鬼片，然后就很想说有一天可以演鬼，那这样子。然后就这次就可以演到女鬼，然后又可以跟大家。哪一场印象最深刻？我是记得我常常在很冷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没有穿外套，然后身上就起鸡皮疙瘩，然后顾大哥看到，他就说他也不要穿外套，他就把外套脱掉，然后就说你看一下，我没有穿外套。但我很想跟顾大哥讲说，就是其实我年纪比较小，我可以冷，但你不要冷到。对，就觉得顾大哥很贴心。啊，替他倒，是因为张总哦要报答他以前那个脚头啊，脚头啊，哦，我们这个份上，我们就我也不了解他，他也不了解我，一相熟他就喜欢我，我就很喜欢他，我就是报答他，因为啊，假如我们两个讲好了，我要为张总他们拍一部戏，要拍一部电影，我们一吃饭我就讲。故事我来想好了，我就这样就决定啊，就好像在报答他。那一想呢，就过分了。就想了，又想到那个林美秀说：“哎，林美秀来做我的太太，决定很好。林美秀还非要做我的女儿。”最后做起来，哎，很棒。啊，美秀演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把我的戏都抢光了。跟朱大哥对戏其实很棒，很刺激。像严哥刚讲的，就是一个戏，是真的好，真的从头到尾，这只有舞台剧才能完成的。然后我们从头到尾没有 NG， 就一直走那个戏，就到你眼下你就觉得痛一个字爽。因为拍戏通常就是哦，这个啦，特写是特写，我也不是很喜欢这样，所以其实我这次演的就是不会顺。我都跟朱大哥，真的算一次 OK， 两次 OK， 第三次我们两个就不一样了。那这小鬼跟男的对戏的，有，我们都跟小鬼对戏，都是我跟他对，我跟他对很多。小鬼跟莫宇文他们演法也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当那个刑警队的队长啊，一个是当检察官，他们的声音比较特殊，但是应该是。拍起来是要有一个身份了，啊，还有那个编剧就加戏啦，叫我要加进去。我现在在拍照啊，等一下。加进去我就变闹剧了，哎，要加，哎，加完了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高兴，哎，很棒，很棒，那很棒就好。